What?三个核心，哎呦，这一波走位不小心了。卢锡安看到你这种走位是绝对会上来打你一套的，这一套幻觉你是不可能赚，因为卢锡安带的是强攻，触发强攻之后的伤害非常的足。但下路是在卖，这一波有危险，有危险，有机会的来了，直接给他虚弱就能顶走。但是老牛是帮忙吃了一个舌头，哎，这应该是死了。老牛是帮衣服，帮那个就是帮衣服死了，他是不找云，这波要来了，酒桶可以打先手，来了，酒桶打先手的话应该是要没了啊！一闪，哎，这两个人，他们俩的配合出了大问题，他以为是炸回来了吗？好，又来了，这波要就是杀塔姆，杀塔姆就有了，直接二闪回来，对吧？开启个护盾，那这边有 TP， 对方不好说，很生气。绿毛反而这里有点危险，没有死，路上护盾超过三人，超过三个要上后排，拉链子也杀一下，闪现过来还要杀一姆，是有点大了。张无忌这一波是被顶砍下了，这样的话自己也被换掉，孔明这边是没有吃到一个催眠气泡 ，Kira 是残血，但是还好这边有小兵帮忙挡一下。哇，这一波是 RW 打了个惨胜吧，这边还要被追击的。被睡到就行，被睡到了，那没了。哎，有吃哦，塔姆都吃好了。帝王反应还是比较快的。看一下刚才这波，先手起来，点燃什么全上了，这里居然是没有能够杀掉这个塔姆。啊，这有点肉了，这好肉啊！灰盾一开，主要是现在这一波是加疗有 TP 的一波。哇，这一波技能打满了 ，A 出来，闪现过去继续 A， 但是被绿毛顶回了塔内。绿毛这一顶还是挺关键的。多换了一个人，虽然自己死了，但是好歹把别人 A D 哇，说实话，这一波左翼能够早来两秒钟啊！我感觉二张就要炸。是的，左翼这波战斗力特别大招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是酒桶现在没有闪，酒桶没有闪很难先手来了，能撞起来没撞起来？但这波很难跑。哎呦，就你没闪现，随便杀后撤，然后等他大招好了以后，他又去别的路帮忙了。哎，这边看到盲僧到了 ，Flawless 这边是有大招了，这边要杀酒桶，酒桶机会来，哎呦，直接打一个杀到。但另外的话，加料一个人的战斗力并不是那么强。Flawless 这边自己能走吗？下路来了，一睡睡到塔姆。没眼了，哎，他已经摸了吗？哦，摸到了，他已经摸了，但这个时候有点难。下路是打了起来，酒桶这里，哎，牛头这一波有点多了，这波就有点多了，自己上的。贝鲁斯的大招没中，这边上路是保护了一手啊，大招。而且另外一边的话是加里奥也来了，这两个人在这里的话你就没办法了。他的上神装有点差呀。哎，闪现想坐车？他是想最后一刻闪现坐车？对，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那这样的话杀孔明，孔明被踢了回来。但是这两个人伤害够不够？这不太够吧？哇，这个加里奥有点肉啊！杜老胡子开起来，是你上路阵亡啊！奥恩可以在这里，来，慢动作回放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先把大招开起来，躲开第一段，闪现回来。被踢飞了，被踢飞了。你比上校还狠，你不是要把我怎么能比上校狠呢？哎，这波中路开了，开谁？开左一，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杨淼差一下，伙伴们，烫不死，没死，烫不死，这个雪仙人烫不死的。去到了塔姆，塔姆现在血量很残，好残，要过来抢，抢到了，抢到，而且酒桶把一技能用了，这样的话秒把是白开，等死的秒秒。哇，酒桶还有一段时间复活，打得好快啊！但这波奥恩也是有大，维鲁斯也有大，这波是可以来争夺一下的。而且奥恩有惩戒啊，他换惩戒了，怼过去，谁的龙？卢锡安拿到了大龙。那里开团就两路袭破，那两路袭破了，可能要破三路了，这把打到现在。
下路的话守不住啊，这瑞兹无敌的，看下这边一闪，哎呦，又被躲了，哎呦，这一波配合乱了乱了，马一样，这一波酒桶的 E 大招全空，这样的话三路齐破，京东看样子是要把比分扳平了，这是基本上稳扳平了，三路被破，再加上整个阵容和明显感觉出的现在 RW 对于这个局面的不适应。他们是没有翻盘的可能性，只要杀维鲁斯了，维鲁斯被吃进去，但已经没有状态了。现在三条路都是光秃秃的，这边怼起来两个人，瑞兹这边甚至杀不用杀人，真的甚至可以不用杀人，直接把人逼回泉水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就是 AGD， 硬补什么都别管 ，AGD 就结束了。哇，仅仅全场都只有十个人头的较量。Thank you.